伤我的心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？我爱的是你，像会长遗嘱指定的女人交到太下的手里。你到底做了什么事？我希望别再让她受罪，反正你们也不会结婚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要去医院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要这样，我可不是傻瓜。就这一次的事，当个傻瓜不行吗？留在这里，我不会吃了你。不过，如果你哭着要我安慰，我会尽力照顾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1%的可能性。